奉金夫人之命，以后军器所大小事情都归柳大人管。太后要召见夫人和君元宝夫妇，他一定会把玉麒麟给刨出去，换得金府上下的平安。你还是不肯放过他？我还是逼他走到了现在这一步，或许离开他们，才是真的对他们好。按照你的吩咐，都已经安排好了。石取金元宝的人头，也伤害玉麒麟。小雪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要出来，我去救他们。中式八点欢乐巨献金玉良缘。